人家进去还要查呢，你不带证件怎么办？回家拿。不知道。你要到哪里？导购。导购吗？导购。其实我心里还很紧张哎，因为这是警察局哎。我觉得这不是随随便便给你口径的哦，不能把他们吓到。这个地方这么严，把关的那么严。大家好，我是潇潇。大家好，我是潇妈。今天跟潇妈出来了，要带潇妈来台湾最安全的一个地方吃饭。潇妈，我们到哪里了？警察局。潇妈，你证件带了没有？没带。带什么证件啊？你到警察局你不带证件啊？潇潇皮痒了，潇妈也敢动。人家进去还要查呢，你不带证件怎么办？回家拿啊。不知道怎么办。完了，不能把你治下来啊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啊。插播一条活动消息，这个月的29号，也就是礼拜六的下午4:10，潇潇全家将会闪现内湖家乐福店，潇潇将会担任烤鸡特工队的一日店长，期待喜欢潇潇全家的朋友濒临现场为潇潇鼓掌加油。烤鸡特工队不用潇潇再介绍了吧，号称烤鸡南霸天，每次特工队所出现的地方全部大排长龙。如果担心现场买不到，一定记得提前先在网上预约，预约的网址潇潇打在屏幕上。那我们6月29号下午4:30现场见。这里其实潇潇真的在潇妈没来之前就想到这边来尝试一下，因为我听说他们这边餐不但好吃，而且超级便宜。然后这边有警察，正好能满足一下我的制服愿望哦，想跟警察叔叔看能不能同桌吃饭。走吧，跟着小妈和笑笑一起进去看看。市政府警察局。你要到哪里？你好，我想吃饭就餐。这边吃饭现在还没有开始哦。几了？几点？应该差不多11:30吧。啊，11:30。一家二楼，对啊。是现在下面是都没有开吗？对啊。哦，要11:30啊。是哦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。你是潇潇嫁过了？对对对。妈妈。对对对，爸爸没来。没。爸爸在家处理事情。好，谢谢。好的好的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拍水拍水拍水。好，我们出去。因为就餐时间还没到，热情的叔叔带着我和妈妈在周边闲逛了一下。我和这个。你叫什么？潇潇。我说潇潇对妈妈真的是这样子，你看真的是这样，乖女儿，乖女儿，谢谢夸奖。叔叔在后面跟妈妈聊天，给你们看，我到了。你在找什么？找这个。到了。到小南门。南门。对对，南门。哎，先过来啊。妈妈，这个是南门。哦，14秒，快走，来得及吗？啊，来得及。来不及也走过来。昨天也下了一阵，刚刚去办了一个事情，现在又回来了。阿伯，哦不对，应该叫叔叔。叔叔跟我们一起吃中午饭。吃完，我就不陪你们了，我要回。谢谢你哦。还要工作哈。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要跑4:00-5:00的交通趟。哦。2:30。哦，好辛苦。不会啦，有工作做就感恩了，还辛苦了。是做得动，对对对对，现在有可以开了，走这边吧。哦，我们就走楼梯好，谢谢谢谢。玻璃是大人，玻璃是大人那部电影是不是？对，有没有电影啊？玻璃是我们对警察的一个称呼。台湾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我妈在那个。市政府里面有一个那个参观特展的，上次带你去的一个爸爸去的，也叫玻璃市。哦。我问过人家，你还记得吗？绝对忘了。这边是玻璃市的大本营。走。哦哦。走。走。妈妈，帽子帮我拿一下。哎呀，哇！整个像美食广场一样呢。不是像，就是美食广场。我吃中餐。你好，哦，水饺，我感觉
我感觉这边有点像香港的那个老式餐厅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妈妈跟那个市政府的那个餐厅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，对吧？真的不一样。哦，这边一进来好亲切哦。嗯，你好，这个是自助。素食哦，自取。然后我们不是吃到饱，我们是一盘一百，一盘一百，第二盘还是一百，一盒一百，那就是整个这一个餐盘，然后加到一个餐盘，一个餐盘是加多少都随便你，反正是100块。是的。哦，这很便宜呢。是啊。对，我们转一圈哈。有荤的自助餐。哦。对。那这个也是100耶。荤的。哦。海鲜占比较大多数。海鲜占大多数哈，哦，海鲜，对，吃这个。先看一下这边是咖啡，对。妈妈这边还有那个养生膳食和手屋的鸡汤套餐这些，看到吧？嗯，对啊，他好像没有开门，今天没有开。哦，这边还有小火锅哎，对。哇，你看他那个小火锅好便宜哦，才100，还有100块的，还是吃自助？我吃自助就好的，那我们就吃这个吧，选择性比较多哈。好，嗯，叔叔，这边吃饭的都是警察吗？有的是工作人员。哦，工作人员哦。对。哦，我有看到警察了。有啊。有，警察叔叔。照片，对，拍一下，拍后面，不敢拍人家前面。把叔叔和肖妈安排在那边坐了，轮到我来点餐了。我要吃素食，刚刚看的，对，我内用。好，哦，好便宜哦，只要100块哦。是。没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对，我坐这里。对，我坐这里。对。好，我们开吃了，来，祷告，祷告哈，祷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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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神主感谢你，感谢神你的带领，感谢神阿们，徐妈妈还有阿们，潇潇，我们一起在这奇妙的地方，阿们，好，台北市警察局的地下室，我们的阿们共享了午餐，阿们，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阿们，好，请求你来。祝福阿门啊，许妈妈，感谢神，潇潇，感谢神，在台湾的家人，他的女儿，阿门啊，他的弟弟，还有他的先生，阿门啊，家庭事业都有您的照顾，阿门，感谢神，也请求您亲自的带领许妈妈，阿门啊，无论在台湾还有在大陆的交通，都有您的陪伴，阿门，还有许贝贝。阿门，还有许妈妈大陆的家人，是神，阿门。耶稣，感谢你，桌上饮食是你所赐，请求你来洁净。阿门。这样呼求、祷告、感恩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感谢神。阿门，感谢神。感谢神，你好，真好。来吃吧。叔也是基督教，也是基督教，怪不得妈妈好开心哦。妈妈也是基督，也是基督。好，我们开吃啦。开吃。我们今天三个人点了2家，然后我点的是全素。叔叔好像台湾的素食还蛮贵，是不是？贵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餐的。对啊，素食还蛮贵，所以这边随便你吃多少，它只是100块钱一盘，我觉得超合算的。然后妈妈点的是黄鱼，哎，一条鱼，然后三个蔬菜。叔叔是蛤蜊鸡蛋，对不对？加三个蔬菜，对，它是按照主菜来。分不同的那个价位，反正还是还蛮便宜的。整体的感觉，我就觉得你先冻鱼啊，先冻的，一起来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他们俩在客气，一起吃。你不动，我怎么吃呢？你不动，我不好意思动了。对，你吃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准备带妈妈过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还很紧张哎，因为这是警察局哎。我当时我就说，哎呀，不知道人家给不给进。我先生说，你又没有做坏事，你怕什么？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说不行，在大陆警察局太恐怖了，我不敢去。他说没事，那里面的吃餐厅就跟饭店一样的。然后进来，我心里面还在。
我说怎么办？我跟妈妈在开玩笑，我说你有没有带证件？人家会查证件的。妈妈说没带，谁知道就碰到你了。因为我是看，我说哎，这个我先我看人是看这个人呢是不是很实在的？哎，我一看这个。这个女孩很实在，很单纯。哎，我说不对呀、啊，我就看过她。后来我就问你、我说，哎，对，你是不是在？小小，对，我是不是在拍影片啊？你知道，其实叔叔一眼就认出我了啦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妈妈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就很自然。很自然而然的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本来还想着这顿饭估计会很紧张，因为周边全是警察，谁知道像家庭聚会一样。对，家庭聚会。对，小妈给你尝一个这个，啊、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台湾的素食，就全素食。哇、哦，这个做的超好吃、啊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嗯、啊、嗯嗯嗯。嗯嗯叔叔，你要不要吃？我刚刚加少了，这个杏鲍菇好好吃，跟肉一样。嗯，他怎么会做出来这种？你自己来嘛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、嗯。哎呀，像做出来像那种肉感的那种口感，它不像那种红烧的什么东西，对对是吧？炸的还香香的、嗯、哦，嗯，这很不错哈、哦，好吃。嗯，海带也好吃。哇，我好像要爱上了台湾的素食了。我一开始觉得素食肯定没味道，没想到他做的味道很好吃哎，每一种都不一样。每种不一样。对。我说，现在已经是午餐时间了，整个餐厅怎么都看不见警察叔叔。不是，他们要轮班啊，要轮流来吃啊。在台湾最安全的地方吃饭，真的是吃了一个放松，像讲到家一样。你看，整个环境都是让你放松，然后周边人也都在聊天，一点都不像警察局的楼下。不像，老板娘也好。对，老板娘，我到那个哪碗去盛汤。嗯，你看有一个那个，有个字是不是工作人员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他是拿那个纸杯去装汤。嗯，哎呀，一看人家拿纸杯。嗯，哎呀，我说老板娘，我拿的碗盛汤，没事。哎、嗯，说的是没事没事，你喜欢拿什么你就拿什么，放松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吃的愉快就行是的，老板娘说吃的愉快就行。看出来肖妈在紧张，她赶紧在安抚。我以为拿错的了，没事，拿错了也没关系，妈妈。拿错了没关系。对，在台湾放松到家了，叔叔不是说嘛，到家了放松了啦。哎呦，没有，肖妈可能还是才来了几天而已，整个状态还没有放下来。没事，我们慢慢来。对，肖妈说我今天吃了好多，我给你们看。嗯，我自己也觉得我吃了好多，一碗汤，一碗白饭，一碗粥，然后一整盘的菜，还帮肖妈消灭了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嗯，是的，肯定吃这么蛮多的。今天为什么会吃那么多？除了早餐没吃以外，然后主要是。真的，潇潇第一次吃素食，在台湾吃素食，而且吃到感觉是真的比肉还好吃的素食。还有一个，原来是很紧张，我跟潇妈一样，然后把警察局的一个餐厅想成了很严肃，噔噔噔噔那种感觉。进来以后，整个人放松了，食欲大开，所以一下子吃了那么多。小马有没有吃好？吃好，吃好喝好。嗯，叔叔有没有吃好？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。今天是幸好遇到叔叔，然后让我和小马很快的放松下来，融入到这个餐厅里面来，要不然我们俩肯定还是眼睛瞪得像通灵，眼睛瞪得像通灵。来，我带小马去回收。回收。对，妈妈，我带你回收。我来拿。对，我们一起，一起来走这里。自觉老去不得自己收拾。对啊，台湾好多餐厅都是吃完了自己收拾，对，自己把它收完。嗯，而且它不是胡乱收的，真的是都很自觉的在分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的。没有在应付的。嗯。
警察大人来了，真的。叔叔告诉我警察大人来了，瞄一下，下了勤务就来吃饭。真的，这个口味有点像我们家里的口味。对啊，小妈妈的口味，小妈妈的口味，人家就说到家了一样嘛，是吧？嗯。你回去人家要问你说，哎，你女儿给你带哪去了？你说带我到警察局吃了顿饭。人家说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犯错误了？这能把他们吓到，是不是？嗯，吓到了，怎么跑警察局吃饭？警察局这不是随随便便给你口径的哦。对呀，啊，这个地方这么严严，把关的那么严。对呀，啊，人家说到警察局吃，请你到警察局喝茶，那是真的被抓起来了，哦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不是吃的这个饭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人家要知道回家以后说啊，把你带警察局吃饭，还以为你在台湾犯什么事情被抓起来。是的，把吓到了，把人正把人吓到了。但是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吃了顿饭，而且还遇到了那么好的一个叔叔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是的，没想到在这里呢遇到这个邻家姊妹，我就是邻家姊妹。哎呀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没有白跑，虽然很热，但是还是有意外的收获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，下面再继续期待我和肖妈的探险之旅，第一集结束，拜拜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